我是 IPVO 的 Ricky， 大家叫我范玉或者叫我 Ricky 都可以。那很高兴，就是哦，是我负责跟大家联络。那很高兴今天各位可以来参加，这是我们第一次办这样子的活动。那以后哦 ，IPVO 希望啊，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我们会持续啊，透过产品，透过这样的活动，跟啊网络上这些部落客，还有跟我们的消费者来沟通。所以啊，虽然说这是我们第一次，那我们希望就是说以后还能够持续跟大家保持联系，然后大家跟大家继续做朋友这样子。那么今天啊，我们就开始啊，等一下的一个活动啊。现在今天现场我们小朋友都会会心一笑，都好爱啊，比如说像哆啦 A 梦，或是像其他卡通等等。或者是说，它要有一个透明边框，代表说，哦，它很有质感，它可能是亚克力的材质等等。或许是说，它可以显示月历，或者是它有那个木质的外框等等，跟传统校方非常类似。或者是说，它必须要是一个国际大厂出的一个热门产品，哦，它需要有一个很大的品牌，让大家可以信任。或者是说，其实数位相框对这个厂商而言下了比较深的功夫。如果刚刚所说，假设一个非常优美的环境。今天放一个这样子的产品好了，那会不会有客人问说，哎，奇怪，其实我比较喜欢的是其他漫画，为什么没有这个产品之类的？或者是说这个东西可能是小朋友会非常爱，但是假设我今天是一个 CEO， 或者是我是一个专业的工作者，我把这个东西放在办公室的时候，客人进来就开始聊这个卡通好可爱。那我们希望这个相框能够搭配环境，它能够安静的在那边做好它的显示工作，而不是哦有一些那个过度一个抢眼或是太夸张的一个造型，所以换成这样子来说，是不是就协调多了？在不管是哦这个是部分的话，可能在客厅，可能是在一个展场的修润里面，或是在像我刚刚说，可能在书架上，我看起来它就会非常协调，而且它是比较有恰如其分的担任一个显示的工作，它不会抢到主人或是抢到环境的风采，它只是很协调的，就让相框在那里，然后让显示的一个画面一直在播送，这样这个是。关于外形跟造型的部分，所以这部分来讲，其实我们有蛮多的心思跟一个思考在这里面，等等大家也可以仔细来研究一下这样子。那么像我刚刚说，我们想要做出一个最好的数位相框，除了外形之外，当然还要有一些功能上面的搭配，所以再来我就简单的说明一下，就是说在功能上来说，这个 IPVO R7 有些什么有趣的地方 ？OK， 那么以外观上来讲，大家可以看到侧面有一个读卡机，它是 SD 跟Sony 的 MS 卡的一个读卡机，在机身的一个侧面是一个小型的卡。如果是过小的，譬如说像 Micro SD 或是那种那个 MS Duo 的话，可能就要插个转卡才能够插进去。那这个部分来讲，方便我们从相机取出来之后，直接把记忆卡插到相框里面来播放。OK， 这是这样子的设计。那机机后面的话，它还有 USB 的扩充，它有标准 USB， 也有 Mini USB。Mini USB 可以拿来连接电脑。它标准 USB 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把那个随身碟把它插进去这个相框里面。好 ，OK。那么以 panel 的一个规格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7寸800×480，属于解析度比较高的一个荧幕。好，对比跟亮度部分的话是400×350烛光的一个规格，所以这个部分来讲，像我们刚刚一开始有秀的哦，同样七寸的数位相框，我们希望解析度能够再高一点，让照片显示出来的画质能够非常漂亮，不要辜负原本拍照的人，也不要辜负我们这些创意者在设计产品的时候的一些那个苦心这样子。那另外在操控上来说，除了触控面板的一个操作之外，我们桌上还有放了一支那个 Kaleido 的一个遥控器，也可以透过像这样子的遥控器来控制这个 Kaleido 的操作。一直环绕的一个中心的概念，就是想要把显示这件事情做到最好。像有很多的消费者会问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播影片？为什么不能够放声音出来？等等。事实上，我们的一个基本思维就是想，这是我们第一款数位相框的产品。我们希望把数位相框的本质，让它的显示功能做到最好，再来考虑其他的，再来考虑它是不是能够上网，或是再来考虑它能不能够播放影片、播放声音等等。OK， 所以在我刚刚所说在外形的部分的话，我们为了要
让不管是人像或是不管是各种景色的一个照片都能够顺利的播放，所以我们设计了可以垂直跟水平翻转的一个外形。那另外就是说它的相框的角度它是可以调整的，不会像说我的相框就直接把它放到桌上，它就是一个固定的角度，可以上下总共有一个25度的调整。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们认为对数位相框的浏览来讲是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们不希望让使用者、让观赏的人去迁就它，我还必须要弯着头，或是我必须要弯着腰来看这个产品。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还是一样反映到这个数位相框的一个浏览的本质上来说，不管是角度，或者说现在很多人家里他会有搭配天花板上面的一个造型灯或是一些装置灯等等，如果光线直接照到萤幕上来的时候，它的画质就会不清楚。所以说我们大家可能都会有的 iPad 跟 iTunes 一样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OK， 所以我们在电脑端的 iStage 软体就可以把网络上的照片，你的网络相簿上的照片，甚至是网络的关键地，像我们刚刚所说的，确实 iPeople 的努力有反映在不管是媒体的 review 或是消费者给我们的一些肯定方面，这样子。那么以上就是大概在功能部分的一个介绍，大致上到这边。